好，那个我们再回到力与压力哈。9.8牛顿，什么是一牛
个我的那个期末。对，我知道你期末。但是是什么？但是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呀，一个例，一个例，一个物质，收到一个例。不，但是你不能讲一个物质，一个什么，一个你要讲很具体，因为这我已经告诉你，一牛顿已经告诉你一个单位了，所以你必须告诉我一个什么东西得到什么东西，它就是一牛顿。来，这位同学，啊，你也学过了，告诉我。你那么合文？啊，你可能没有学过了，你还没学过。合文？那还没学过就是一定。那个冠宇，你学过了？我忘了。在座的每个同学，除了赵东还没学过之外，其他都学过了。这个小朋友，我怎么还学过？因为他们上学都学过了。秤砣三公。来，你们先答不上来的，我就要开始。哦，好，我算到啦。没有，说是等等课本。哦，就是让一公斤的物质每秒每秒，我知道，移动一公尺。不是每秒每秒移动一公尺。终于讲到了。九木工科的标语啊，一牛顿就是使一公斤的加速和无力一获得了一个。一公尺加速度，哎，非常好。啊，这个力呢，一牛顿的力，什么叫一牛顿的力？它可以让一公斤的物质得到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。啊，这个叫做一牛顿的力，懂吗？那为什么刚少云讲说一公斤等于9.8牛顿？这怎么来的？换算。换算的 ，OK， 怎么换算？为什么会一公斤等于9.8？是怎么来的？问他，上面知道怎么来的？上一公斤等于9.8怎么来的？一公斤等于9.8牛顿。其实这说法不够准确哈，一公斤重等于9.8牛顿，这才是对的哈。一公斤重，这是力的单位，一公斤是质量的单位。我这样讲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东西是一公斤，质量是一公斤，这个东西是一公斤。好，我放在电视机上面，请问它这个电视机施的力有多大？一公斤，多少？一公斤重。一公斤重。啊，它施的力一公，哎，这位同学，加一个捆合上。我刚刚说什么？你讲过它对电视机施的力是一公斤重。哎，我有记者没有在这里？啊？我有记者。那做别的学习计划，那昨天那个有那么少，怎么样？你也可以做别的学习计划。我就，你也可以做别的学习计划。如果有的话，因为羡慕别人嘛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学习计划。你如果没有学习计划，你就是上自然课就是你的学习计划。好，对吧？每个人都会得癌症。才有人讲什么？整个地球，这个物体，这个物体，这个一公斤，同时加一公斤的物体，在地球的表面，它具有一公斤重。为什么具有一公斤重的力？我知道。为什么？地心引力。对，非常好。好了，赵总，现在是请举手。人家已经喊，我知道，喊了半天都跟你讲。对，你这个真的化疗的。答完。这个物体在地球表面，它具有一公斤重的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球吸引它，让它向下压拉，向下拉的过程当中，它压的这个电视机就是一公斤重。那一公斤重等于牛顿。9.8牛顿非常好。为什么9.8？就啊，为什么？怎样？怎样？我知道了。因为地心引力，它可以使物体每秒移动9.8公尺。错，后面这部分。每秒。获得一个每秒移动，跟移动没有关系，不要一直想移动。好，就是加速度跟移动有关系。没有，获得每秒每秒9.8公尺的加速度。它可以让每个物体产生每秒9.8的加速度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地球表面所有的物体，它只要是能够自由落下的时候，它产生的加速度是每秒9.8公尺。每秒加九点八。速度增加9.8每秒公尺，啊，就是说每秒9.8公尺，这是一个速度单位，产生这个加速度之后，它的速度每一秒增加了每秒9.8公尺，啊，好。所以我在定义加速度，我们在讲加速度的时候，每秒几公尺，就是一个加速度的说法，啊，那因为在地球表面。
所有的任何物体，地球都对它施一个加速度，这加速度等于9.8每秒9.8公尺。那我们讲了嘛，一牛顿的定义就是一公斤身上这些东西啊，可是我如果这边变9.8呢，就这边变9.8牛顿。所以我们讲说一公斤重等于9.8牛顿，这边来的，这样清楚了吗？记不记得？啊，这东西影响大概至少5遍了啊，聊到都跟我讲忘记了。好，然后受一个力的作用，现在我们就讲这些东西啊，它可能会位移。又容易被破坏，就刚刚赵东他把一个指示过了，怎么样？感觉，那你的感觉什么？如果你稍微跟你感觉什么？爽。所以以后你只要那个麻烦几位男士到后面给他一拳，看看多爽。你想了解他们爽好不好？不行。老公在帮你。啊，不行，老子在一起，自己也可以上刀。那个其实我们要讲，如果讲力跟压力的话，自己拿刀你就会听见的事情。为什么一拳打过去这样的力，跟自己如果拿一把刀这样晃过去，伤害程度不一样。啊，受力面积比较小。受力面积比较小，受力面积比较小的时候，它的破坏力相对来讲增加了。啊，所以子弹的破坏力相对比较小。子弹的破坏力，我没有讲跟谁比呀？对，跟谁比？跟我的拳头比。跟你的拳头比啊？你拳头什么？你拳头有用吗？跟大哥的子弹。跟大哥的。VS 拳头，好，我们说刚刚那个谁，是何拳？刚刚那个冠霖说子弹比较强。好了，假设这边两个来比较，那这位同学，这两位同学，子弹跟拳头来比，子弹比较强，然后子弹比较强，原因是因为子弹比较小，这样的说法大家可以接受吗？哦，不可以接受。那谁让你说刚刚？那你手都太弱了。OK， 非常好。实际上这东西很难比较，是因为他们两个在不同的速度、不同的质量上打之下，它本身的力量不一样。我跟你说，和这个拳头用一个和子弹一样的，这叫金刚碎拳。OK， 假设两个在同样速度之下的话，谁的强，谁的破坏力比较强？我大，我大，拳头的破坏力比较强啊。是的，拳头比子弹硬哦。同样的速度，你是指破坏力耶？如果同样的速度打荧幕的话，荧幕一定破，但子弹会穿过去吗？刚才我们都没有讲到拳头会受伤啊，如果拳头也是不受伤的情况，你会不会？我觉得拳头应该不受伤，因为如果再回到那种速度的拳头，它韧带就断掉了。对，那是另外的事情啊。我们说它对物体的破坏力，如果速度是一样的话，你认为是子弹的破坏力比较强？没有，我感觉子弹破坏力比较强。它是钢铁，除非它拳头是钢铁做的。实际上一般来讲，对啊，拳头我们在考虑这个破坏力的时候，会考虑这个质量、质量、弹头了，合金弹头。好，你可以感受一下，同样物体速度越快去撞击，是不是速度越快越强？同样速度之下，质量越大是不是越强？对。啊，所以这两个乘在一起是会决定它的产生的力量多大。没错。啊，那另外一个假设。假设这两个值对子弹跟拳头都一样大的时候，谁的破坏力比较强？子弹的为什么？它比较重，因为它接触面积比较强。对。好，它接触面积比较强，对。它撞到它的时候，它接触面积比较强，什么事吗？哦，只能这样讲起来的话 ，DC 的闪电侠就是超人很厉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DC 闪电侠谁？他是跑很快的男人呐。啊。地球不是游戏，哎呦，地
球是由球向中转嘛，对吧？所以超人就开始逆转，在外太空，在地球表面开始逆转，越飞越快，越飞越快，越飞越快，照着地球开始逆转。地球逆转之后，电的情节就是所有东西开始逆转，好扯，反正滑下去的地那个石头就开始就全部都又回来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这样？不可能吧？不假的。就你们现在所学的科学常识跟物理常识，应该是对。地球逆转跟时间会不会逆转？不会。啊，时间什么什么逆转都是骗人的。对，时间不会逆转啊。那但是电影要演啊，所以说我认为超人会变得很快的，可能比闪电侠还快。超越光速就能够回到，但是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，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的话，实际上我们没有超越光速，我们就不能超越光速。那是以目前的科技。没有他的说法，那个光速是一个定，就是一个最高的速度上限，不能超越光速。我们在写屁哦。啊？但是他在写屁哦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你这样超越光速要停下来的时候要很久，然后你停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位了。我就讲没有了。然后我刚才说明了。三角形叫做 A 比 B 比 C， 哦，难看啊！那这个三角形呢？
比多少？比根号二平方加三平方的 cos， 这样子接受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你在算怎么样，大哥？我觉得我完全看不懂。完全看不懂。那是因为你数学没学好，不过蒙一点了。化疗先生。化疗先生。哦。或者我们这样想好了，来，这是一个点，我现在如果是一个力，向上，向北，两牛顿。我向西，还向东，向东四牛顿。好，你觉得它们这个物体会往哪边移动？哦。会往哪边移动？那边。是那边还是那边那是哪边？那边啊，角度是什么？角度是什么？有没有办法说角度啊？后，两千以上的话角度，不要不，两千以上的话角度。牛顿和四牛顿中间的，什么角度啊？哎，这位同学，那你这样我也很难讲几度啊。那你就上来的话，我没告诉你要讲几度啊，你可以告诉我比例关系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可以告诉我的画钱，然后垂直到原点的。把那个画钱再垂直到两箭头的顶端画起来，画一条线。这样，差不多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二。画错了。我听懂了。三十。回避作用，正三角形后用角平分顶。我也在想。到时候你不清楚的话，仔细看一下啊。三十度。看到了，仔细看一下。还是大头画，应该吧？头发的话，你猜一下，那是九千万。你这二跟一什么意思？比例吗？什么比例？我记得那个东西了。那个二是什么？角度进去我都会给你哦。对啊，角度可以形成比例关系吗？除了角度，还有九十度啊。啊，好，这个我问一下各位哈。这是一个三角形。啊，这三角形很丑。好，这三角形。这个长度，的关系会不会等于这个角度关系，角度比例关系？可能不会啊。没有，没有关系啊，所以这个没有角度关系啊。那就不会啊。它不会形成角度关系啊。你刚不讲说这是二比一的角度关系？我说的是。那是什么？假设角度关系的话，这边就是60度跟30度喽。这不对吧？20度跟30度，好，这是一个30度的直角三角形。30度的直角三角形有什么关系？记不记得？三边长，有什么关系？记不记得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二一跟到三，有没有记得？这应该是几错了吧？啊？错了吧？错了。错了。刚才怎么样？对啊，一边是错了。哪里错了？你看那个，那里不是直角？啊，那我就把它画个直角。对不对？不是吧？是吗？不是画歪歪的而已啊，是直角啊。我不知道，我说那个直角，那根号三不会在下面啊？根号三在下面呢、啊。什么在下面啊？根号三比二还小哦，好，是这个样子。对啊，你看一根号三跟二是来讲，二最长的，长最长也在斜边嘛。对吧？对不对？二一根号三有问题，你看这边是不是等于一的平方加上根号三的平方，会等于什么？等于看根号一加三，对不对？是等于根号四。等于二，对，斜边长是二，对，所以三十度角的三角形应该是二一根号三。好了，回来这边，这个斜线应该是长怎么样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可以，同学上来告诉我吗？它应该怎么画？它比例关系应该什么？什么？没事。比例，它的三角形比例关系应该什么？想一下嘛，它不是就是那个颜色吗？三十度，它变成一个，这个角度是几度我不知道哈，但是我知道这边是四比上二，比上这边应该多少？四啦。六。为什么六？不对。啊，二平方加四平方。不对，刚刚二平方加四平方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问题？没了。这样问题？没有。确定没问题吗？没有了。确定没问题啊。OK， 好，那假设。No。假设我现在有力，落在同个点上，一样是这边有六牛顿，
这边有硬牛顿。好，请问合力应该在哪里？合力应该往哪个方向？东东东。合力往哪个方向？应该是在三那个角角那边靠近三角。不，你可以上来晃一下嘛，试试看。合力应该在哪个方向？大师出来了。啊，大师。哇，好棒哦！我们期待大师很久了。是这样子吗？三角形。他往哪边？第一位往哪边？那搞什么啦？大师，大师，你往哪边？立，你想一下，立往哪边？大家有感觉，立往哪边？哦，对，往右上角，对不对？往右上，对啊。往右上角没有错吧？对啊。接下来我们就确定很清楚是哪个方向、哪个角度，或者角度关系、比例关系。一样把这。问题。哦。关系什么？陈耀。一样把这两个箭头画成。OK， 来，请帮忙上来画，好不好？可以帮我固定一下。不要给我碰完那个东西，你不要给我碰完东西，不要碰完。耶，好，你刚刚比例关系吗？比例关系是这里哦。然后他一恶心的手，那碰了一把给我，分头的，还有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同学仔细看哦，那个根号一平方加六平方。你还有救吗你 ？OK。这样子，陈佑这样说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。大家有什么其他不同的想法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是不是我们只要知道它的水平方向的力跟垂直方向的力，我就可以知道合力在哪里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，可能是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OK， 所以在你的表格的左边，自己决定了两个力的大小，然后画出它的合力方向，清楚吗？自己决定两个水平力的方向，一个是垂直向上，一个是垂直向右，或者垂直向下，一个垂直向左都可以。然后再用红笔画出它的合力大小，清楚吗？清楚吗？清楚。你的学习单呢？没的。不见了。哎。你之前的学习单呢？是。都不见了。为什么你每次的学习单都不见了？这么多学习单呢？先生。怎么在学校要借回去？他终于回来了。那个赵东先画。看情况怎么样？来画完之后，给我看一下你的结果。太热了。很难用。但是他说他完全没工。啊，这个叫做力的合成哈，力的合成。他说他完全没工刀看的。你负责啊，是我借你的啊，你要记住。力的合成，力的效应。效。啊，力的合成。哎呀，不要乱看。这位同学，冠廷，你没有学习单，你要去找张纸来画啊。我找张纸做什么？力的效应。哦，是那个吗？会变形。力的效应是物质变形。啊，是吗？来，这个笔记本给你。到我该写你的名字，这边写他名字，现在写。去变形。然后在上面画。其他左边那个方格，力的效应是使物质变形的吗？力的效应，力的效应很多种，我刚刚不是解释了，很多种都是啊，变形啊，形态改变啊，位移啊，或者是破坏啦，或者是变形跟形态改变不一样。形态改变跟形态不太一样，形态可能是固态、液态、气态，这是形态改变。受力作用。我们先不要写前面的嘛，我现在只要你画力的合成，请你先画力的合成，好吧？受了两个力的合成啊，力的合成啊，你受了两个力的作用之后，它会合成第三个力啊，就这两个力哪边这边吗？对，左边那一格。画怎么画？随便画。刚刚讲了。OK， 你自己决定两个力。自己决定。对不对？你要决定这个力的大小，假设这是七牛顿，假设这是两牛顿，你决定完之后，你就是这样画两格嘛，七跟二不是这边画两格吗？这边画七格吗？不是吗？你决定完之后，你就可以画出合力，合力大小应该在哪里？在这边。那它是有关系的，不是乱画的。它有什么关系？写完了。它有两格，看。来，我看一下。什么？来，我看一下。另外一边就要画力的分解了。绿色不要理它，绿色是之前乱画的。好，陈宇，
你左下角画的很好，但你右上角这个三角形，这个红色的线如果要跟这个下面红色线一样，它比例关系要抓好。哦，不知啊，不知道写单位就好，我会写啊。可是方向是很重要的啊，你的方向，方向也是你的两个方向有点不太一致啊。不，你要看一、二，对不对？是、哦，我担心你会误解了。我没有误解， okay, 我只是没有词。那就帮，哎，我已经给你帮歌词了，不用词啊。可是我真的好好好，可是好。我之所以给你帮歌词，就用帮歌词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重画一个。重画一个。所以你的那个合力应该往哪个方向？要搞清楚合力的方向。嗯。啊、哦。方向吗？当然啊，方向决定一切啊。你这两个力，坐到那同个点上，它会好像有个合力。NT 不才力。NT， 你这样讲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这种叫牛顿。OK， 可以，但是下次记得哈、哦。我表格画的中表演有格子，你可以算格子吗？可以算上面。四个，四人是几个？上面四个啊。嗯，这不止四个吧？一直把球画上了，这只有四个。画的好。哎，你这样子可以吗？来，四五八。你要点在这里，都点在这里。哦，就这样子。哎，箭头啊。箭头。可以。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哇，可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啊。好棒哦！受力作用感觉怎么样？好。不是啊，光合力受力作用的感觉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如果你被受力的话，有点疼痛，对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。闭嘴啦！很痛，然后缓解。角度很重要啊，你的角度应该是取决于你原来的两个力的方向嘛，对不对？如何应该用在哪，随时随地在用。那就代表可以随便想到一个。下次上课拜托哈，你们应该随时带一个笔呀、啊，如果笔记本的话，带笔记本啊，纸啊，学习单啊，课本啊，好不好？大便吗？不要又来的时候空空的便哈。看了吗？用那屁股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啊，那就打不可以用大便用在哪屁股？哎，对，所以拿到那个树枝那是纸，是鞋嘛？力吗？怪呢。力啊力啊，你知道想要它的流程，然后力啊。为什么你要在哪用到力就好了？有可能在马桶里用到力。有可能在。没关系，你怎么了？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就因为是开始，然后没有打。你关键怎么做？因为像那个小东，因为你大一新生，第一种小一嘛啊，好有气。哎呀，这才刚刚你消化了。飞机球，飞机球，哎，化了一下。一个用，那主要是压力下很健康。赵东，你跟那个冠廷少聊一下，那个决定怎么决定那个方向？来跟你聊一下你未来人生方向。哎，靠趴的，会痛不趴？靠。跟你讲一下，然后开始接触力，还是怎样？快，一起聊一个，对吧？你看这边都好了，好了吗？好了没有？好了，那么快啊？没有，还没入梦城呢。那个轩宇，我没办法等你，是因为你中间跑掉了。我知道要写什么了。OK， 你知道。除了轩宇之外，其他同学还没好的，请举手。干嘛？好。啊、除了你在画这个力的合成上面有困难的，请举手。这个都是变的，都 OK 的、啊。不 OK 啊？哎，右边要干嘛？啊？右边。右边要画力的分解。好、哦。什么力的分解？力的分解、啊。应该讲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接下来讲力的分解，好。所以假设你现在看到一个力。这东西被一个力作用，嗯，你可以告诉我说它是受哪两个力的合成吗？哦，我知道。哪两个力？你要先写它数字的碰撞东西。那没有关系，都没有数字，你可以简单画一下。可以啊，用画图的方式。请上画图。画一个嘴一点。画嘴一点啊。
力，我们要表示一个力的重，的关系很重要，是角度的方向哈，还有它的作用点。OK， 作用点跟原点没有什么，非常好。陈友这样画有没有比？没有。你这样画任何一个力，我决定任何一个力，我现在就告诉你说，那这边还有个力，它的力怎么分解？通常就可以分解成，假设把它做成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它就可以分解成这个方向的力跟这个方向力所组合的。比如说中间这个力是 A 加上 B 加上 B， 这个力呢是由这个力跟这个力所组合的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这叫力的分解。好，我们把个力分解成两个力。好，所以请在你的中间图上画一下。这样像刚刚画的。有点一样，但是不太像。太累了，我有点好酸。好了，注意用啊，小英。是吧？这个注意用啊。不是我。这什么意思？因为看到我手去这个白色的力，相当于是由这两个力所合成的。哦。对，你看，就可以，就你的这个形态，把力都分解。画在另一个。画另一边。对，你那个角度可以随便取哦，不要取跟刚刚一样的哈。不要取跟刚刚一样的。中间这个距离呢，总不可能刚好。中间这个距离就是取决这个直角三角形啊。所以说，那个就是，那怎么讲？那终究来讲，还是用那两个来推出中间那个。应该是这样讲啊，当这个力一定，你知道这个力的时候，你可以决定它一个力的方向。我看那个力，我是可以量出它的方向。我在量出方向之后，这一边呢，这叫做 sin， 就假设这是力的大小，叫做 f， 实际上 sin theta， theta 是这个角度，这个距离叫做 f cosine theta。但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学三角函数，所以这部分是一个参考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知道这个。力的大小跟方向，你绝对有办法做出水平方向的分力跟全方向的分力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我不要你说决定那个大小，只要你画出来，你画一定可以画出来。重点是这个直角。你们太过分了。好了，那再问一个问题哦。乱起还可以的。同学看这里。同学看这里哦。假设我现在随便画个力。他告诉你说，这个力呢，其实是由这个力跟这个力所合成，可不可以？不能吧？我把它移过来这边，把这个移过来这边。我就不行。变平行四边形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橘色的力是由这个力跟这个力所合成，可不可以？是啊，可以啊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哈，也可以啊。也可以哦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在合成或分解，实际上它不见得要是，就是选择直角三角形。但这个力，我就很难量这个大小了啦，不很难量，就不能不容易决定的。所以在我们在解析这个物理解析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习惯上还是用的是直角坐标系。直角坐标，你们学过直角坐标吧？有。学过直角坐标吧？学过直角坐标吧？学过直角坐标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啊。有了。什么有。有。那个就是啊。讲清楚才知道有没有啊。啊，那边你坐标多少？3.3。学过直角坐标没有？学过。OK， 这样直角坐标哈。这样直角坐标，因为它在上面所有的表现是用直角形来表现，它就是一个，它是用方程式来表现，对不对？叫直角坐标，所以我们习惯在直角坐标上做，因为比较简单。但是你要真的要分解的话，任何角度都可以分解的。也就是像是你给我看那个力，是这样作用的。对。你可以放大合力。为什么？可以啊，我不行。怎么画？可以。这很厉害。怎么画？我刚刚听到。一样的方法我知道，就是我担心你。这样，从哪边到哪边？对。健美先生，快乐白。其实
陈宇，你画的都是对的哈，但是只是要把它搞定合力的方向。跟他同方向的一个直角，一个平行四边形。刚第一次陈宇放在这里不是可以啊？陈宇一直放在这里，不是不可以？这样也可以吧？这样也可以。那你放这个平行四边形之后，你取它的平面，它就是一个合成的力。啊，就这个力加到这个力，实际上等于这个力的作用。这样 OK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看不懂。看不懂啊？你们个别知道吧，那就重修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利用下个针讨论一下。好，进下个重修了。